天地之初，三界鼎立，人界、仙界、妖界，牺牲在所难免，以杀止伐，才能保障三界相安无事。为了天下苍生，我誓杀妖王。我要让龙云飞为我妖界所用，成为妖界对抗天界的傀儡。我钟云飞，我王富曲，我柳寒烟，今日在此立誓，结为异姓兄弟，感谢天道的成全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天道的厚爱，全心全意守护人界。当我魂魄重获自由，也就是妖界独尊三界之日，你们准备为妖界全力而战吧！不管那个蝶妖藏在哪个犄角旮旯，我都给他挖出来！不自量力！云哥哥，念儿，为什么会叫我云哥哥？云哥哥。你不仅有念儿的容貌，你还有念儿的记忆。只有把钟云飞引进妖界，我才能用法器将其炼化。所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激发钟云飞的心魔。仙凡不能在一起。就算天道要重罚我，我宁愿被劈死，我也不想离开千千道法则一旦下来，你身为肉体凡胎，必死无疑。你是念儿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你是人，我是妖。我大哥为了你，为了天道的惩罚，你狼心狗肺把他骗到妖界来，你这么做还有良心吗？我是妖，有的是妖心，妖是不是也应该有恩必报？血魔他们正是因为跟你一样自负，才成为了钟云飞的剑下亡灵。云哥哥，你真的是念儿？只要与念儿为敌，就算是兄弟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念儿今生只为云哥哥而活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